邀请我们女队的国手们到二号场地。二号场地亮相的女国手们，她们是世界冠军、奥运冠军、大满贯得主。 奥运冠军、世界冠军刘诗雯，世界冠军朱雨玲，世界冠军陈梦，世界冠军王曼玉。好，感谢我们国手们的精彩亮相，请大家回到我们的运动员席就坐。 有请黄石市市长董卫民为中国乒乓球队运动员马龙、丁宁颁发黄石荣誉市民证书。有请马龙、丁宁上场接受黄石荣誉市民证书。 谢谢，请董事长和丁宁回到嘉宾席就坐。有请中国乒乓球队即将出征2018年瑞典世乒赛的国手们闪亮登场。世界冠军、奥运冠军、大满贯得主丁宁，奥运冠军、世界冠军刘诗雯，世界冠军朱雨玲。 世界冠军陈梦，世界冠军王曼玉。好，感谢我们国手们的精彩亮相，请大家回到我们的运动员席就坐。有请黄石市市长董卫民为中国乒乓球队运动员马龙、丁宁颁发黄石荣誉市民证书。有请。 马龙、丁宁上场接受黄石荣誉市民证书。好，请我们的运动员。 谢谢，请董事长和丁宁回到嘉宾席就坐。